在坚守防疫前线的各位警消人员，谢谢你们一直背负着神圣的使命，守护众人，让社会有目共睹。我想在这边诚挚的祝福警消人员，谢谢你们不离不弃，谢谢你们坚持不放弃，用心守护我们这座城市。谢谢你们。一定有某种东西埋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一定有某种东西埋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像种子一样，那是我们的天职，那是我们的使命，那是我们的荣耀。我把这句话送给正在坚守防疫前线的各位警消人员，谢谢你们一直背负着神圣的使命，守护众人，让社会有目共睹。我是魏生豪，谢谢嘉义市用强烈的光荣邀请我。我想在这边诚挚的祝福警消人员，谢谢你们不离不弃，谢谢你们坚持不放弃，用心守护我们这座城市。谢谢你们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新闻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也请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